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喜小厨。今天呢，录这个短视频，主要是为了开箱我今天刚刚收到的这个 YouTube 的十万订阅的 Silver Button， 第一次得到这个 YouTube 的 Award， 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把它开箱了，但是呢，我还想和喜爱我的观众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开心的时刻，所以我选择录这个开箱视频。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起来打开这个 box 吧。这个盒子呢，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然后但是上面的 sticker 我已经揭掉了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哇哦，当当，这有一封信，然后这个就是，哇，好大呀，感觉像一个奖状，因为我想象当中大概就手机那么大，其实这个有差不多一张 A4 纸这么大了。 YouTube 会给十万订阅的创作者，符合条件的创作者发这个 Silver 的 Award， 然后100万的是 Golden Award， 这是我得的第一个 Award。 上面有刻我的频道名字喜小厨和他的菜园子 Delightful Garden， 然后 For passing 100,000 subscribers。 在这里呢，小厨想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，你们的每一次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创作的非常大的动力，有了大家的喜爱和支持，我才一路走到今天。从我第一天在 YouTube 投放视频，一直到十万订阅，经历了1年零4个月的时间。那么今后呢，我想带着这份喜悦和荣誉，继续在创作的路上努力加油，为大家创造出更好的作品。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，非常开心，谢谢大家。